魔法人们，我是又又又的主播 Andrew， 看过来看过来，圣诞季从本周点灯正式展开。不过你都了解今年的活动内容了吗？拿起 DM， 琳琅满目的活动到底该参加哪一个呢？邀请你收看本周的 Torch News， 跟我们一起欢迎光临火把圣诞季。接下来这周末的圣诞市集有好吃，有好玩，有文创小物，也有二手商品。特别今年我们在一楼中庭的圣诞树旁会有音乐表演，快来感受台开中庭最美好的圣诞气息吧！这两天所有的营收都将以爱在大同的形式捐助给我们邻里有需要的家庭和学生，超有意义的哦！圣诞市集的隔周紧接着就是 Moving 亲子同乐趣，到底谁是那位光明使者？他诞生的故事和圣诞季又有什么关系呢？火把爸妈们，这是专属亲子共同参与的圣诞季活动，除了延续12月2号、3号的市集摊商，现场还有闯关游戏，成功闯关者将获得艺能学院赠送的精美小礼。为了帮助火把家长及孩子们能邀请身边的亲朋好友同乐，本周我们特别发放 Moving 亲子同乐趣的专属 DM， 这张 DM 也可以作为邀请卡，卡片上有非常详细的活动及闯关资讯，欢迎向招待领取，孩子们也都会在 Wonderland 领到一份邀请卡哦。除了以上的活动之外，更多的圣诞资讯请洽火把教会官方网站。领袖们，今年退休会中领袖的感动还在吗？除了更进一步的连结，也学习成为彼此最有力的肢体，一起为福音效力。如果你还记得这样的感动，十二月第一周有专属领袖们的领袖之夜，期待我们在周四的夜晚能更好的连结，也对其教会的目标和意向手拉手一起前进。属神的肢体彼此连结是非常重要的。进入十二月份的晨更，永成牧师将透过爱的使徒约翰，怀着牧者心肠写下的约翰一书，提醒我们天天与神同行，行在光中，爱神爱人。特别提醒，从这个月开始，晨更将调整为周二至周五为线上晨更，周六为实体晨更。弟兄姐妹们也可于教会官网及福音底加 Podcast 频道收听晨更分享。特别提醒，周一周日及适逢假日暂停晨更，也没有录音档哦。最后，本周四晚间的 TNT， 欢迎大家当天提早前来。这次我们预备了非常澎湃的餐点供大家享用，也期待我们在感恩的氛围中让属神的家充满温暖。还没报名的同工赶紧把握最后机会，线上报名吧。以上就是本周的 Torch News， 我是又又又的主播 Andrew， 我们下周见咯。